超棒的。你看到按这里不会痛，对不对？酸。嗯，对。然后按这里。哦，好痛！老师，很痛！老师，很痛！我不痛啊，是你在痛。老师。好、哦，这个好经典，这个可以说。真的很痛。妈妈她说比生小孩还痛，她是妈妈。对。哦哦哦哦哦！好啦，你至少知道你撑过这个痛，你又生四个的时候没事。因为她说她打了无痛分娩，完全不痛。其实我可以帮你们业配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边按，然后你们就边讲，这样才会有人点阅，你知道吗？有他这个表情就足够了。对，真的。哦，老师。我天啊，真的很痛。嗯，我知道。你怎么会不会痛？那我你个屁！我觉得你的那里面的照片要传给我，因为他这样抓起来那个感觉非常的棒。哦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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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有就是一种看到人家笑，他就会觉得没有，是看到你笑才觉得开心。其实你不要叫，我就不会笑成这样子。可是老师真的很痛。我不痛。哦，哦，哦，上面一点还好，你刚刚那个点真的。嗯，我刚刚命中那个点就是真的。你刚刚那个点真的很妖羞哎。哦。因为我会直接命中最糟糕的点。你那个点可以一派轻松。又不是痛，是你的痛哎、欸！不是他没有什么在施力的感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啊，我没在施力啊。他现在练武功，然后还可以在旁边帮他叼个烟，还是喝个茶什么之类的。哦，这。等一下。哦，干嘛？来个特写吧。来个狰狞的特写，真的很痛。但用完感觉是会是舒服的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非常好。